王爱卿啊，你雕了两尊梅妃，一尊哀月，一尊月人，何解啊？回皇上，人生在世，苦乐华年，少女幽怨，尚不解人世繁华，步入宫闱，得皇上恩惠，万千宠爱，方才豆蔻绽放，颜如朝露，莞尔倾国。说得好。此场比试究竟是谁胜谁负啊？宗陵啊，你认为两位爱卿的作品哪个更入你心啊？回皇上，这王大人左右开弓，刀法精细，微臣以为更胜一筹。林，以后还能做朋友吗？爱妃你认为如何？臣妾以为王大人的作品无论从技艺或是寓意都可谓是尽善尽美，但臣妾还是更喜欢汤马德大人的作品。今日只是以桃会友啊，不论输赢，两位爱卿，这扩建御和园之事朕就交给两位了。微臣遵命。